知道你们记忆很有限，脑袋里却是空白一片，但像你一样笨也要听着接下来说的有关尊严。你现在还是面无表情，因为你还没有弄清，但我在打算争夺王位，不过你也要随机应变。准备好，这时机就在眼前，准备好发表震撼消息，一个新的时代在悄悄来临。那我们做点什么？就听我的指挥，虽然有点卑鄙，但你会有赏赐。只要等到我得到权力，就会公平地分享荣誉。准备好，好，请准备，我们会准备好的。准备什么？准备让国王受死。为什么？他病了。笨蛋，我要杀了他。还有辛巴。好主意，要国王干什么？不要国王，不要国王，啦啦啦啦。蠢货，会有新国王。嘿，可是你说我将是新国王，跟着我你们就再也不会挨饿了。耶、yeah, 太好了，国王万岁。我们将会团结起来了，这是万众敬仰的国王。当然我承诺你们将会得到我王朝的职位，美好的将来也属于你，不过我才是你老大。不过我要再强调一次，没有我就不会有你。准备好，里程碑一样的事，准备好这句阴险诡计，这计划很精细，这是万无一失。我受够了无视，我一定会当国王，毋庸置疑，受尊重，受仰慕。你们知道我最无敌，我的牙齿与野心都锋利。准备好。